我是瑞瑞伯，今天是107年9月8号，永康站11:40，不，14分，对不起，14分。要拍摄的是3.15:14镜头偏见，看屏东的区间车。然后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瑞瑞伯。然后我公开铁道之旅都会在 message 聊天室的里面，希望各位多参加。我的铁道之旅都很轻松啊，你知道不回归这样，比如说超越航线这种，我已经说过，列车还没了，超越航线没关系。车子一来就退缩嘛，是不是？现在车子来就还没来就我就不会去检举。反正我知道整那句啊，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，我讲真的。不要有的讲笑话，我讲真的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我再次跟各位观众讲，或者是各位铁道迷，或者是各位台湾人们，或者是一些讲不听的人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请见谅。我绝对不会看错的，就祝各位那些超越黄线的人安全，一带微笑全车，像这种车来的话就要退缩，还超越黄线的根本是讲不听，我讲真的，不要我一再的在影片讲，我不想让影片讲，好不好？但是就是有人不听劝控，劝导这样，那就反正我说过了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对吧？1NU841加上1NU842，一大小全能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在很多都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